忘了自己在哪里调查游艇。啊，直接杀过去。这是什么电击棒？锁住了，怎么锁住了？那个、哦、要付钱才可以下载，要、啊、付钱我不知道怎么付，嘉诚有付过。刚才讲那个好像诶会不会是他
我要找车啊。格斗拳套，游戏主机加玩具枪。尝尝这个电击拳。
下载了。走啊！那还蛮可爱的。开车路了。找到你啦，就是你。可怜你。敢拦我就打你了。
还真讲究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那个好麻烦，那也够。不过这些东西好像都在。哇塞，嘿嘿，哇塞，你哇塞。变成魔鬼终结者，嘿嘿嘿嘿，no。快上车，我们不要理他，我们直接走。为什么会翻车啊？好啊，你们，这下惹火我了。啊，惹火我就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惹火我的下场就是你们这些臭警察要死。这一路上是不是都有人啊？好恐怖哦！哎，这是什么？火焰死神？好啊，把汽油罐，捡一个汽油罐就好。汽油罐呢？快跑快跑快跑！哎呀，我必须安全的把他带到那边去。
不要。这个我也不要。好，这个超猛。快！为什么这台好慢呢？
持你。哦，你找到了。放僵尸进来，为什么我把他救出去了？比较耍帅也不是这样吧？太好笑了吧，这个。杀手，我这是枪吧？这老僵尸不会爬，早就爬上来吃掉了。讲这个有什么用？骑摩托车过去，第二个地方。
走右转到底，好，再转。走开。当掉啊！